榴莲，今天咱们也来开个榴莲。哎，现在榴莲真便宜了。前不久买那个榴莲，比这大一点点，300多。哎，玩的还是坏的里边。哎，这个怎么开？所以说现在我都不敢买开口，买个没开口。哎呀，这样整，哟。我不知道这边咋样啊？哎，啊，看起来这次还挺好。哎，这肉都有点曝光哈。看这肉，有点曝光。这肉还挺，哎呦，差点掉地。这个甜呢。买榴莲哈，现在也有经验了，别买那种开口开大的，那估计里边就要坏了，时间太久了。这次我就没买开口的。这回这就好啊，这个肉还真挺好，挺多。啊，一大盘子。啊，这一盘子肉，爆光，是不是有点爆光？这么大一个榴莲，这么大，还并不大，出了这么一大堆肉。这榴莲买的便宜，600块钱。真甜。我都吃了，会不会吃太多呀？我吃多上火，算了，不吃了。嗯，李欣。